搞你乖点事。What the fuck？ 啊！哈哈哈！他没送，他没送，我开。好，我们昨天到这边吧。有人在边洗澡边那个，那什么音乐啊？哎、欸，怎么跳不上去？哎、欸，哦，不是啊，走旁边的洞，搞笑。我要怎么啊？啊？傻小，傻小，干！这还能回去吗？不行哎、欸！什么意思？说我刚才有个地方可以走，是不是？干嘛？都要锁住啊，然后嘞，没地方可以去啊。嗯？嗯？什么意思？干，这里是要解什么谜？哎、欸，那边有洞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被我看到了，哈哈！干，我是聪明的吧我啊？觉得我头套是不是该换一下的、啊？算了，还是继续用这个好了。哦，嗨，你要在里面耍废是不是？操！还是这个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个要跟他合力才拉得到。我去找钥匙。哦，在这里。这里只有这样子吗？这里只有这样子啊，会不会有什么头套可以拿？
有，但是那次不是也是乱爬拿到的吗？这有东西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先开吧。这感觉哎、欸，这里也是有东西吗？看起来是没有，因为它萤幕不给我转。哎、欸，也不能这样爬。哎、欸，真是的，做一堆东西。什么意思？你不进来？进来、啊？不是吗？那开支是干嘛用的？嗯？你干嘛给我站在那边？西区快破关了吗？红心大家安安。这是暗暗的、哦，应该是快破关了，可是我现在卡关了。到底现在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要我干嘛？你要我干嘛？这里要干嘛吗？嗯？他不给我按欸，什么意思？现在我到底要干嘛？干我个卵子干！你给点提示好不好？靠背哦，妈的，这个卡关是怎样？你刚刚一直看那个，还是说，哎、欸，我好像想到一个，是不是要这样子啊？是这样吗？是有另外一台电梯会下来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哦。干你老嘞！哎，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但好像在我上来得及上去呢哦。搞笑欸，那这里有什么吗？他这个小黑影到底是干嘛用的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为什么小六不进来？啊？
干，啊你跟着跳竟然不会。进来啊。干嘛你干嘛。啊奇怪，这章节也太多解谜的了吧。什么意思？他就是不进来啊。我要爬上去是不是？看，干，那我进去那里面是要冲他小的，就为那个残影这样子吗？快点过来！快点让我上去啊！动作很慢呢、欸。快点再跳一次啊！快点啊！干嘛的？就要我做危险的动作，就你最安全，你要干嘛？啊！妈的，干干三小，哎、欸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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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爬这个是不是？看，真的很像老鼠哎、欸，在到处爬这个。OK。嗝屁嘞、欸！哇、哦，小人被夹死了，我的头挡住了。小人在左边，他被夹死了。这里你没有看到了吗？我现在拔他出来，看我头太大了，把他夹卡住了。我、哦、还没有被夹死、欸，厉害啊！我手电筒坏掉了，不能用了。啊，躺在地上对视这么久是干嘛？你们擦出火花了吗？这里又要干嘛？干，他不让我出去，就是这个，这到底要干嘛？为什么每一关都有这个？
这里真的很中二哎、欸。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他这个是可以出去梦境的意思吗？那他这个叫梦魇啊！我没玩过第一代，所以不知道这个是用意什么。魂是你，哎呦！哦，帅的 boss 哦！小又变成是个残影了、欸，所以我要再去拯救他一次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那 boss 做得很酷哎、欸。现在我要干嘛？有哪里可以去啊？所以是这个北七把魔王 BOSS 给放出来了，然后现在要去拯救他，这样子是不是？我现在干嘛？之前这个房间我还没有解谜，这房间是干嘛用的？哎、欸，各位给点提示嘛，好不好？想玩干嘛？应该是有要解谜什么东西，可以有路可以去走，是吗？哦 ，What the fuck？ 怎么回事？我瞬间移动哎、欸。刚才怎么做到？他怎么瞬间移动的？
件事。然后嘞，我看看哦，是不是要爬上去啊？又要再进去一次，哦。懂了。哇，好酷哦！这个好像骇客任务哦。这也是电视啊。我怎么按到你啊？哎，哎，看我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这有洞哎，这是什么？帽子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等下再进去看一次。他好像是男生齁。他跟小六长得很像咧。哎呦。他终于露出他的脸的长相了。我是男的哦，干，所以他们在男男恋哦。啊？哦，
回来这里干嘛？啊？啊？怎么过去？喂！啊？干，这一关，这个章节真是充满解谜耶。可以拉车，哦，干，这个章节真的是来解谜的，搭正中间应该刚好吧。好，就正中间。靠腰啊啊！妈的，你好好跳好不好，大哥？什么？我很有逻辑啊，因为刚才那个小六不是讲话也是很有那个吗？小六刚遇到他的时候啊，他没穿雨衣的时候，哪里没逻辑？操！哦，哎，我操！你妈的！什么？我不想再继续迂回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，大哥？你给人家解谜就算，还这么难跳。这里，哦，哎。看，大哥你，我给他推最右边，最旁边这边，这样应该刚好。干嘛舍不得人家破关呀？奇怪哎，干就，啊你又不给我抓是怎样？欸，这游戏是怎样？不想给我破关呢，故意这样搞我呢哦！啊，乱来！是要我跑几次？是要我跑几次？好，这次可以过了吧？可以过了吧？不要再闹我了、啊。我已经走最边边了啊、哦，很好，很棒。干，这个地方卡了我几分钟有了、啊。快点吸！我的妈！啊！他没送，他没送，我看，看，他不送，我关他电视，哎，我操！
啊，不要关了，你慢慢看了，神经病，对不对？奇怪，赏你眼睛不给你看，还要杀掉干掉我，真是有毛病的呢。有事吗？跳起来啊！啊，你现在不会跳了。我总去那边，所以真的要观察电视啊，很恐怖哎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啊，不要生气啊。傻笑，开外面电视，再关里面电视。是有电视吗？哪里啊？哦，我说要从电视里面去，是不是？呵呵呵呵，开了吧，开了。哦，我要传送过去，是不是？卡关了不？阿伯，你好去看电视了不？奇怪呢、欸。谁知道还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啊？你娘、欸！感觉不难，但是却很让人容易一直干蠢事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开那边电视啊？吓鬼！哦，这些都是电视儿童啊！上去啊！看这些人都是电视儿童哎啊、哦！为了看电视不择手段。
看不到电视就这样，哎，这些人真是的，这里有一台啊，奇怪。 干！直接把我传去，干你老师！可是我感觉是要下去那个地方那个哎，这个我自己跳去。 推下去啊！切，早说嘛！怎么搞的？好像我在玩这个章节有点笨哎，说真的。 干嘛？啊！哈哈哈！哎，天！哦！啊！过来啊！我要电死你啊！干嘛？现在是干嘛？ 我要怎么把它引过来？哎呦，嗯、啊，这也上不去啊，这边吗？是要帮你开电视？不是啊。 怎么帮他开门啊？哇，这个章节真的是很难玩，很难过哎，到处要解谜的。打开啊！你怕没亏啊？啊，我怎么帮你开？我要干掉你才能过关啊！这里有个不会动的铁桶。 跟没办法爬的箱子，啊，我还有什么？还有个会电死自己的那个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我要先打开是不是？什么事都没发生。 哦，哈哈哈，啊，靠腰。
哦哦，ちょっと待て。Got it, Tensi. Got it, Tensi. Nice. Hey. Hi. Hi. Hey. 很好。Hey. 在他屁股那边呼唤他，笑死。他音效有点少哎，都电视都这几个声音而已。是干嘛？白球已经中，为什么我在那讲撞球啊？好 ，OK。把我送回来干嘛？有个人把这个推开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我要干嘛？
哦，哦，哎，过去啊，靠腰。刚才跳下去他不给我动啊，现在要拔木板的吗？还是要先拖这个去拔木板？没有，他不给我拖。现在我要干嘛 ？What the fuck？ 干，这章节真的是解谜解到被 K 笑呢。现在是能干嘛？哼！啊？他不给我拔木板啊？啊靠腰！刚才拉就不给我拉。啊、你走啦！这个玩具鞋冲阿小，盖一个玩具你就拖不动了哦。你要奇怪，刚才我要拉不给我拉。哇操！哎呦！难啊！哦！怎么跳啊？哎！干这反复嗝屁耶！我、哦、操，超难的这个。哇，这跳不过去哎！直接从马桶这边跳过去吗？啊？可是我还是嗝屁啊！哎呦！阿伯，你看电视啊、哦，不要吵我，我也不吵你啊、哦。我是不是要跟他拿那个小椅子啊？重点是我要怎么办？呀，这个张杰就阿伯他不要看电视，不给我看东西，不给他看会很生气耶。听我，贴成这样在看电视。哎、欸欸欸。关电视跳浴缸，我要怎么跳浴缸啊？
我怎么跳鱼竿？喂，哦，哎，哈哈，哦，这样可以跳，啊，终于是我跳了我自己也上不来啊，喂，啊，靠腰，哈哈哈，干，阿峰，天使什么仙剑，很难呢，哎，哇，这个章节。 让你知道，哦，这个还好啦，至少比那个医院那边好太多，这个。嘿嘿嘿，是哟，哎，踩一下那个老屁股。 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嘿嘿嘿，好，解决。他是不是刚才没有记录啊？那我过这个门记录之后，我来差不多就先这样了，是吧？时间到了，各位。 我们该去玩第五人格排位了。有啊，果然记录了。<笑>一堆电视儿童，好吧，电视阿公阿伯。<笑>好啦，那我们就。 对，今天梦魇先到这边。